哎，兄弟们，今天干活遇到一个非常巧的东西啊，非常巧合的，你们看一下是什么？看，就是这个电动车，看看，这是别人的啊，新的，这是我的啊，看，两个车是一模一样的，一个型号。你看我这个车跑得破破烂烂的，我这个车最起码跑了7、8万公里，最少了啊，我可能讲少了，这个车。可能跑的里数比我少，啊，它这个都是原装的，另外这个前胎都没有换过。我这个跑了7、8万公里，前胎后胎就换了个前胎后胎，前减震后减震，人家那个车都是原装的啊，还没有什么地方坏，人家用的仔细一点，我们毕竟是干维修的，跑的路远啊，啊，还不错，缘分呐，看。简直两个是，简直就是双胞胎，缘分缘分缘分。你看我这个车搞得破破烂烂的，不像东西。哎，挺有缘分的啊，干活去了啊，买材料去喽，拜拜拜拜。